整蛊风暴，又在那臭屁，看我的！啊，爷爷，你这是啥口红啊？哎呀妈呀，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啊？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有点感冒，太严重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给你擦擦。什么东西？快拿走！喂。梦想成实在太坏了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整整他。用我的超级无敌大山楂棒，嗯，酸酸甜甜的，真好吃。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好吃？再给我也吃点。你也吃。行吧，那就先去洗手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洗手。走了，快点。好吧，就让你吃一口啊！真小气，就让吃一口，不行，那我得咬一大口。哎呦我的妈！